叶子，一会儿可能得找你借点钱啊。切多少？不知道，我看我们有多少。你们要买什么？龙珠。龙珠，快快快！几千？多少钱？88。龙珠，快快快！几千？多少钱？88，没钱，我没带钱。88？小钱。不是，我们得把下一次的第一房费给留出来，先过好今天。先留出来吧。不，先过好今天，明天再说。先过好今天，明天再说。你什么时候走？你那个桃花币给我们了吧。 但我答应史蒂文了，史蒂文老有钱了，史蒂文他留这么多钱，他没有用。其实找他借20吧，等会找沈月身上有20，20够了。沈月，哟，沈月，沈月，他在叫谁？沈月啊，干啥？ 沈月，啊，沈月，哪儿？拿了你钱，哪儿？他在跟我说话。好，可以拿走吧。真的好生气啊，他们两个人，他们像两个原始人。